向こうに何があるのか、誰も知らない過去の世界か。21世纪，日本遭到外星的攻击。阿尔塔夏，够，走走。由于一种光线的作用，这三个格达米斯兵又和阿尔塔夏一起在21世纪复活了。走走。什么？阿尔塔夏还活着？是的，长官。据医生诊断，身体全部都不一样了。是的，长官，奇迹啊。好啊，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儿，这是一件大喜事。听说你们那儿发生了地震。是的。我把这种情况马上转给班诺他们。我是时空管理局本部可赛号，班诺。怎么了？你们那儿怎么了？你们出了什么事情了？你们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情了？日本的首都东京遭到了超光速粒子的破坏，但是谁都没有想到，这就是可怕的格达米斯向21世纪发起的攻击。超光速粒子，给我攻击！10:21，骏河湾水面出现狂波大浪。10:30，京都山科附近有地壳变动，详细受害状况依然不明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石太师母，你看到了这异常状况了吧？是的，我已经见到了，正在进行计算。好，现在我来回答。据联机系统的全面计算，这是一种来自白垩纪方面的异状能量。什么？白垩纪来的异状能量？我马上告诉班总他们。班总，长官，班总在。紧急命令。什么事？现在21世纪日本列岛发生了异常现象，据时代之母反映，原因是来自白垩纪的异常能量，你迅速调查明白。现在还告诉你一件喜事，在21世纪发现了二叉夏姑娘。啊，真的？这是撤资告诉我的。啊，好啊，好，要冷静。你们迅速查明异常能量。是。够。嗯，二塔夏，二塔夏，你有感觉了吗？你是谁啊？二塔夏，我是够。你怎么样了？够。我不认识。阿尔塔夏，阿尔塔夏，是我的名字。是的，你的名字叫阿尔塔夏，你是特雷萨星球的公主，阿尔塔夏。特雷萨星公主，阿尔塔夏，我是。够，嗯。特子，这是怎么了？看来他已经失去了记忆，丧失了记忆。嗯，连续发生激烈的事件，过大的冲击，使他完全失去了记忆。嗯，那么他不能读密帖了。嗯。发现北北东有能量反应，北北西有能量反应。闪电号说北北西，好，明白了。毛弟，在11室的方向20公里处。明白。队长，发现哥德米斯舰队。什么？他妈的，哥德米斯究竟要干什么？喂，全体集合，在距他们5公里处，把他们的目的搞清楚。报告总监，第一次攻击完毕。好。填充能源，做第二次攻击。是。第一。是，我尊敬的总监。你去到21世纪，马上把日本的情况调查清楚，赶快汇报给我。明白。你注意。是。不要让人们发现你是我们的间谍。千万注意。是。
那就拜托了，请多保重。啊！什么事儿这么吃惊？我队长，差点打了你呀！喂，鸡，你到这个地方干什么来了？我是来找你们的。啊，是吗？这太好了！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的阿尔塔夏他还活着呢！啊啊，他还活着！真的，真的，在21世纪日本，我们的祖国，他和密帖都健在。啊，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哎，没什么，我说挺好的啊。他有点反常。啊，队长，我，我是说。你们究竟是在干什么？实际上我们是来侦查的。葛德米斯向21世纪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击，我们来查查原因。啊，葛德米斯为什么会有那么强大的攻击力量？真美呀，这是兰花。你认识这种花？啊，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花。阿尔塔夏，嗯，你的母亲是特雷萨星球的女王吗？特雷萨星女王？你想一想，能想起来？我不知道。阿尔塔夏，够！等一等，他太疲倦了。怎么？你怎么了？阿尔塔夏，戈德米斯。准备好，上。哎，21世纪，说，米铁，我说打死你！哎，米铁，干什么？队长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有危险的。你这个混蛋！好吧，他们的目的我已经完全清楚了。啊，鸡，撤，快撤！
是。走。吉，你快走。你的名字叫阿尔塔夏，你的母亲是特蕾莎星的女王，你们的星球遭到了格德米斯的攻击，你和机器人记忆逃到了我们的地球上。机器人记忆？是的。阿尔塔夏，你还有特蕾莎星球公主的记号。我像吗？醒了，这样可以解开密帖之谜了。回东京，好，太好了。哎，队长，队长，过来吧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中间出现了间谍。哦，有这种事儿？你想想看，为什么密帖在二十一世纪的事？他们就能知道呢。还真是有间谍呀。那个家伙机器人，要多留心，暗中盯着他。明白了。队长，长官有联系。喂，快一点。班诺，让您久等了，我是班诺。班诺，过一会儿阿尔塔夏就到了，密帖之谜马上就可以解开了。真的吗？啊！莫迪，给我盯上他。明白了。出了什么事了？这是是他呀，队长，队长，奥利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格德米斯兵，把这里情况报告给总监，快！是。
请。长官，而他下回来了。长官，让阿尔塔夏解密帖之谜吧。阿尔塔夏，机器人机翼确实是你的伙伴吗？是的。根据白垩纪班诺队长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机器人是葛德米斯的间谍。不会吧？为了慎重我才告诉你的，现在请你很快地解开密帖之谜吧。我不能。为什么呀？记忆他从遥远的特雷萨星球来，一直在保护我和密帖，怎么可能是葛德米斯的间谍呢？我不相信的。而他想，我说什么我也不相信记忆他是葛德米斯的间谍。请把密帖还给我吧。